这是阿塞拜疆的选手加拉耶娃，加拉耶娃阿利亚19岁，他是今年这个世界锦标赛排在第五，个人全能第五。他的这套动作开始是一个叉燕360，然后是一个双凤燕从这个绳中穿过，这都有加分。那么双凤燕这动作如果柔韧性好的话，好的柔韧性的话，这个头可以。